人的生活离不开饮食，饮食可以说是一个人的文化表征，也可以说是记忆的延伸，更是让人心动的旅行主轴。继多年前的一本《旅人的食材力》之后，洪振宇又再度踏上了田野踏查的旅程。他从海岸到平原，从闽南到客家，从原民到外省，在小乡小镇中去寻找最在地的饮食密码，并在每张风土餐桌的背后建构出多元族群交织融合的迁徙面貌。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阅读这本《风土餐桌小旅行》，欢迎作者洪振宇。振宇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好。其实振宇上次来爱阅读，我们是介绍你的《乐活国民历》，对不对？一连出三本都跟这个食材有关，对不对？食材在地，然后风土节气。风土节气，其实我觉得这本书里面特别讲小旅行，然后又讲到十二个小地方。我读你这本书，我一点都不觉得很小，我觉得每一个都好大，而且十二段故事，它拉出来的视野其实是非常的。我觉得气势磅礴，因为可以贯穿很多的面向哈。那其实我们看到你在讲到前面在讲说这一切的开端，尤其是这本书讲风土餐桌，其实是链接到这个钟妈妈的餐桌，是在美浓的那段故事开始吗？对，她的故事其实还蛮有趣的。那时候我就是去拜访钟妈妈，是，然后去吃个晚餐。对。晚餐吃完又吃了他很多腌制品，然后就觉得这怎么跟我在美浓的街上吃的客家菜完全不相关。那我就问他，他就说外面吃的当然都是观光客吃的，我们自己人吃当然就是自己客家人的餐桌。我当下觉得那我一定要来深入了解他的餐桌到底有什么，然后有什么故事，尤其是像钟妈妈他们家族更特别。对，她就是钟理和客家文学家的媳妇。对，等于是他的儿子钟铁明的太太。然后钟理和，如果大家知道，他其实曾经在日本时代去过中国的北京沈阳，是，所以他们家有中国北方有闽南混血。所以我觉得他们的餐桌其实是很有特色的餐桌。所以你以前在讲饮食的时候，你可能会建议大家说什么时间要吃什么， 对不对？然后跟着这个节气的一种脉络去生活。可是你开始从一个餐桌里面，你开始探究出这个人的一个文化的背景，然后甚至是牵扯到他这个族群背后的一个迁徙的脉络。所以我觉得你这本书对我来讲反而是看到了一个人类学的灵魂，那个视野啊，我看到的反而是族群，族群跟他的饮食文化的一个交织，是不是这本书你最想要写展现的一个最大的企图？对，他其实有点是不小心，就是你在各地方东吃西吃，然后问问题，因为大概就是问的。所以这十二段故事那时候其实不是刻意的，都是偶然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交汇吗？有些是偶然，有一些开始发现我有系统性想要再知道，比如说我发现客家北部客家人吃的跟南部客家人不一样，比如说像甲仙，甲仙就是桃竹苗地区客家人迁徙到那边开垦樟树之后聚集的一个乡镇，那跟他隔一座山的美浓却是从屏东上来，就直接从广东过来的客家人，他们的食物就跟甲仙完全不一样，是可能跟地方风土有关，也有跟文化有关。光是这两个我就觉得哇好丰富。那从这边它牵连到那个美浓，过去是甲仙上面是纳玛夏，纳玛夏是有布农族跟叫卡纳富族，对不一样。那隔壁是六龟，有美浓，有闽南人客家人，美浓过去的客家人，所以它又混得更多，但是都不一样。所以我就开始有系统的去把这些重新爬梳出来。知名的甲仙芋头是日治时期苗栗客家人到甲仙来提炼樟脑，日常缺乏蔬菜，才从家乡带芋苗来种植。只是从肥料充足的平原水域变成天生天养的旱地山芋，
形状从大颗橄榄球变成小巧垒球，口感更饱满松软。当食物不只是食物，而是一个重现时光的甬道，我们得像人类学家仔细爬书考掘，才能凿出在蒙城地表下依然波澜壮阔的文化山河。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阅读一些史籍，除了你自己的田野的访查，那是多年来的访查，那你为了要去展现那个餐桌背后每一个食物那个滋味当中的一个故事，你去把它那个背后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族群迁徙都把它找出来，对不对？对，就是当就比如说田野，就是当事人、当地人，对，或是他的一些祖先的故事，你找出来。嗯。可是你会发现，有时候他讲的跟我大概知道又不太一样，所以我必须要回去看史料，看很多博硕士论文，对，去找、去比对，然后再去跟他确认，去找出他背后的一些身世，他们族群为什么出现在这里。那我无意中我就发现，原来食物真的可以让我们进去那个族群文化的密码。嗯，我觉得这个是最有趣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会感觉说特别有人类学的那种氛围？因为你提到的一些像是纳马夏、然后你刚刚讲到这个卡纳卡纳富，对，好，这其实是邹族嘛的，本来被纳入邹族，重新更名。好，那个或者说比西里岸，好，那选择这些地点也是一个无意的过程当中，还是你有刻意希望展现这些比较没有人去了解的一些地方的一个特色呢，或是族群的特色？有一些有，比如像美浓很有名，我就想写说大家不知道美浓的那一块。那有更多地方，像清慧刚刚提到的比西里岸，它是三仙台，那个地方很小，对，可是它本名就叫比西里岸，它就是放羊的地方，阿美族过去放羊的地方，只是后来汉人把它改名叫三仙台。是，那我很想要把这个名字给找回来，所以我就刻意在那边多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所以我觉得郑宇，你是对一个地方的一个特色跟魅力哦，有一套这种独特的一个敏锐度，所以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找你当设计师、规划者，就是你很快的去可以找到那个地方的亮点，所以常常你自己在扮演是一个界面，对不对？就是帮助大家去认识一个最在地的一个他的一个迷人之处，而在地的人也经常去寻求你的意见，说到底我有哪些特别可以让大家可以造访我这个地方。对，我说个故事好了，比如说我举甲仙为例哦，是甲仙是种芋头很有名嘛，那芋头上面有一个茎啊，叶子下面有个茎叫做藕环，芋头的茎是。那无意间知道他们在晒那个茎嘛，就我说这个是干嘛？他说这个茎啊，切下来是快炒，就是一道菜叫藕环。是，那我就说这些东西好有趣，他就说这些东西是贫穷人吃的。我说我们旅行想要把它变成是餐桌的一道。他说这个拿出来很尴尬。我说不会，这才是我们要吃的，就是我们要吃到是你们的风土跟你们文化。所以他们觉得原来他们觉得没特色才是有特色。我说对，那你们认为有特色，常常都是只是迎合观光客，我觉得那个就没有意义。所以那差别很大哦。我们读到你书里也讲到说，就是很重要，就是要找到自己的味道，这样子你才知道你是谁。找味道，寻找那个味道，作为自己的一种认同，自己的肯定，其实也是这本书里面强调的部分。而你也在帮他们找味道，或是帮他们去为那个味道定位，对不对？某种程度。可是有时候觉得，其实我没有帮他们，就是他们忘记了。忘记了。或是说觉得那个没有特色了。或是曾经有这道菜，但是不知道怎么做。比如像纳马夏有叫昂布勒格，它是卡纳卡纳富的一个用山苏包出来的一个叫昂布勒格，它有点像是我们的粽子，但是它是山苏叶的。那我说这种我想吃，他说可是我们没人会做了。为什么？他说因为那个太难了，那个是祖先留下来太难了。我说不行，我们应该把它找回来。所以他们在去学去问长老再把它做回来。就有点像是说，我等于有点像是去刺激他们一下，味道呢应该找回来，否则就忘记了。没错，像这种，我看你说就觉得很有趣，说台湾那么小，可是居然每一个餐桌背后，它还有保留它一段它自己的记忆，它的一个文化的传承，而保留那样子的一个独特的滋味，却是我们现在需要努力的部分。
我觉得我们现在习惯谈文创啊，或者是创意啊，我都觉得我们忘了那个文化最重要。可是文化怎么样表现，绝对不是口号。那对我来说，就是你从食物对进去，食物背后就有一个哇，它跟风土、节气、土地、土壤有关，它跟地理环境有关，它跟那个特色有关，最后再把它拉出来。所以我是利用食物去沟通，去认识那个土地，再把那个土地的特色再带回来。所以正宇，像我们在谈，就是说，从这个饮食文化可以看到各个族群啊，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一个独特性。但是在台湾，这有点在某种程度，就好像台湾的文化一样，就是他们会彼此的有一些差距，但是有相互的融合。这是借由一种饮食的一个文化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我觉得餐桌会是表象，所以为什么叫风土餐桌？那个餐桌背后是这个地方这个土地有什么特色，在这个不同季节下它会长出什么，然后长出的东西的种子啊，一定是人带来的，它是因为迁徙。对，比如说我们还是回到芋头，原来是种在台中或是苗栗，因为客家人从桃竹苗跑到甲仙开垦，他必须要吃食物，就把他原乡的种子带来种。那他在北部的时候是水田，所以它长得是比较像橄榄球。在甲仙是山坡地旱地，它长得比较像垒球，它就变形了。然后它在餐桌料理就会不一样。是。所以我觉得饮食它原来是因为人迁徙，带着食物来种植，再转换，因为当地的土地环境变化产生的食物的结果。如果食物是一种辨别身份的文化试纸，台湾是什么？我用食物去叩问。我的行旅坐标从节气转到小地方，不只关切在地食材的栽种与历史、节气循环的关联，更重视食材运用与生活脉络的连结，保存了台湾文化矿脉与风土底蕴的原味。所以有融合，有适应，然后还有自己的一个创造。对，他有他创造，可是他创造是因为土地的限制。其实很有趣，就是说我看你在写这些饮食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历程，甚至从这个文章的一个展现来讲，从原本的正早应该要推到你那时候在帮天下做319，那时候是一个媒体工作者。对，所以在旅人的食材里来讲，还有一种报道者的一个角度进来，然后开始由我的一个主观的一个角度慢慢进入出发，以后到这本书，你可以感觉到个人的一个参与跟观点更加的深入，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所谓的那种人类学的一个报道者跟媒体的报道者的那种差距。你觉得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转变是什么？那人类学给你的影响又是什么？我觉得大概这本书大概写4年，就是从史才力到这边。史才力的时候啊，其实我还在迷惘。迷惘？迷惘是说我那时候才从一个上班的记者转换成一个自由书写的人。我还在迷惘我的文字啊，我的文体到底是什么。因为是杂志写作吗？还是我？可是我抓不出来，我不是很清楚。那4年来，所谓人类学就是说我没有任何的预设目的。我就是进去那个地方，跟当地的人一起参与生活访谈，然后甚至我还下田种植。然后一起料理，一起吃饭访问。我觉得那个我已经是既是当地人又不是当地人，你也很清楚。可是我发现就是人类学的特色就是你要花时间进去，对，你要去找到那些不变的东西。那对我来说，食物就是一个我把那个尘埃给擦掉看到的那个线索。从那个食物可以看到当地人的生活作息、文化、饮食习惯跟族群，还有种植农业的混杂，是我才看到一些真实的东西。所以那样的一个观察是非常在地的，同时也有一些自己一些对于文化的比较的一个细腻度，去分析它那些在处理食材当中的一些文化特质。对，包括我们像有一种食物叫麦啊，麦这个是平埔族，它是个米在一个麦这个字哦。对，麦光是六龟那边平埔族跟甲仙关山平埔族
怎么卖就不一样。对，它那边有像油饭，嗯，又贵的像油饭，它会用油先去焖它，嗯，会加了香菇，加了很多。但是在甲仙这边的麦，它很简单，它就是加香蕉，加花生，加地瓜，然后它完全没有油，嗯，所以口感就不一样。可是它只差20分钟的车程，食物味道不一样。嗯，那我觉得就是跟它的环境有关。其实郑宇，你在写这些风土餐桌的时候，你那个背后的关怀，就是那样子的一些人的面貌，类似像是比较老人的，好，就是整体的一个文化的缩影，可能是偏乡的，那甚至是需要被特别去关注跟关怀的部分，像甲仙，好，八八风灾以后，其实就是大家都看到一个受创的一个土地，但是进到那个地方，却由他的饮食跟在地的生活出发。其实你在关注那样的环境的时候，你也是刻意是也透过饮食文化，希望去展现那边的人的生命力跟图像，或是借由你的报道带给他们一些协助，是吗？嗯，我本以为会是这样，就是说帮他们一点忙，可是后来发现是他们帮我很多。是啊，因为对我来说，就是原来食物这么多，嗯，不是只有镇上的那个餐厅的餐桌，所以我就深入到小岭村、关山村，又跑到了嘉云巷。嘉云巷它叫做嘉义云林的巷，嘉云巷的人是种农具菜的，他是从嘉义来这边，就我觉得反而是它丰富我一个视野，就是。光只是一个甲仙这么小的地方哦，它就是不一样哎，它有芋头，有竹笋，有梅子，然后有龙须菜，还有麦。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他们帮很多，可是那是他日常生活，他觉得没有特色。对我来说，每一样都是我们不知道，或是我们以为它就是那样那么简单，因为它背后有很多族群的变化。嗯，就是说我也很好奇，是说。你是一个有企业这样的一个背景，或是有那样子的一个知识专业，你显然资源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你的视野是很宏观的。然后，那你要走到在地的时候，我看到他，你们跟在地的人那种互动，他们对你的接纳跟信任，他怎么看待你进入到他们的自己的生活，愿意把这些最原味的部分跟你分享，而你又如何去把你自己所关注那一些去建立那个彼此的信任。嗯，他们都叫我洪老师，这个还蛮妙的。洪老师，可是我其实没有教什么，反正我都跟他们求索一些他们的生活智慧啊。是。那可是他们都觉得那些东西很平凡。嗯。但是我会因为这样把他的食物变成是旅行的一部分嘛。那我会带企业的旅行或是一般的旅行去他们的餐桌啊，然后跟当地的长辈一起料理，我们会一起做那个柜啊，他们就像一个老师在教我们怎么做，怎么辨别食物，然后怎么煮麦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学，就变成他们，我觉得他们找到一些他们的生活自信。嗯，他就觉得说我们来的人都很友善，都很想了解，他就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他觉得他看到一些台湾正向的交流嘛，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台湾很好的一种发展方式，就是人与人的深度的交流，建立一种关系。那所以我觉得他们把我当晚辈，但是又把我当成是，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我们角色是很多元的，我还要叫村长叫阿姑啊，叫很多都是这样叫，阿进嘛都要这样叫，但是他们还是叫我洪老师，看到我都握手，有时候会拥抱，这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生经验。那未来的一个透过饮食其实是可以，就是所有的人可以因为这样的一个食物更加的贴近彼此，对不对？对，然后会很难忘。比如说我们大概知道黑糖是什么的，黑糖怎么来，黑糖原来是白甘蔗榨制之后的熬煮过来就叫黑糖。可对我来说我根本不知道，我想说黑糖，那黑糖是黑的吗？不是，它是棕色，像地瓜的。然后他们为什么会种黑糖，就是因为他们八八风灾之后走山都毁了，竹笋不能种了，他们就开始种他们家乡嘉义的甘蔗黑糖。那无意间又发现种了黑糖原来是他们喜欢吃的食物，然后他又告诉我，你知道甘蔗怎么种吗？说不知道，插枝吗？他说不是，他带我种了一趟，原来是把蔗苗啊，长出来的甘蔗的这个节的蔗苗横放在田埂一排，然后再把用土把它盖起来。光是对我来说，每一个都是书上看到的东西，但对我来说原来都是活生生的例子。然后黑糖，像他们，我常常帮忙卖黑糖，有时候电话来我会帮他接，帮他登记，是，然后他能送我就是黑糖。他每次我说洪老师来送黑糖给我，
对我来说，人情味还有他们想把我当成是一个很好的信任的晚辈，我觉得就是人生最棒的经验。善盈大哥蹲在炉子前，以龙眼木为柴火，用最天然的方式熬煮蔗浆。太太素琴用铁勺不断搅拌蔗汁，使其受热均匀。他坚持用手工搅拌，才能感受锅里蹦蹦跳跳的蔗浆，哪边比较松散，需要多搅几次。善盈大哥说，平常工作没胃口，只要黑糖拌热粥，就能连吃好几碗。素琴建议我将苦茶油与酱油拌匀，淋在白饭上，滋味更香甜。我将黑糖在热粥里拌匀，黑糖瞬间融化，糖香米香，甜在嘴里，热在心里。这道午餐桌藏着他们夫妇两人的家乡密码。所以你觉得从刚开始离开了媒体以后，到经过这么多年，走上了这条由饮食或是从食材，所以进入到台湾的田野各地，去走出了这样路径，你已经很清楚的开始就为自己找到一条你很明确的一个自己想要走的路吗？明确不是那么敢说，但是我觉得看到一条路，就是说你做一件事情可以牵连很多人，而且它是好事情。比如说食物跟旅行，食物跟农业，然后食物跟文化，我希望旅行啊饮食可以让更多人认识每个小地方，然后每个小地方的人啊都可以得到更多自信，然后旅人也重新认识台湾。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非常有意义，而且它很有趣。在全球化城乡差距更大的时代，向内走更深，向外才能走更远。只有更细微的关注一个乡镇、一座村落、一户人家、一位人物的生活样貌，找出不随波逐流的根源与坚持，才能找到自己，也才能寻路未来。我希望自己是盐，透过书写与小旅行的题味，凸显风土餐桌的原味。台湾不大，但是透过每一张风土餐桌，洪振宇为读者呢都带来了辽阔的视野。百年来各种族群间所留下来的舌尖记忆，不仅精彩丰富，更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让我们随着风土餐桌去展开不一样的小旅行吧。今天非常谢谢振宇来跟我们分享，谢谢你，谢谢。